然后我就画成这种公园里。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从独轮一下变成轮子越来越多，就是大家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加轮。其实它是会跌破你们眼睛的，真的跌破。溜溜球，让我们看看杨迪画的喷火机。画的绝对好。我画出来没有喷火机？画出来了，画出来，太好了，太好看了。然后我猜的是公鸡打鸣，公鸡打鸣，魏大勋，这火喷成这样，你看不出来？下一位，这谁画的？我画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公鸡打鸡。上一页是公鸡打公鸡啊，公鸡打鸣，什么眼神啊？公鸡打鸣，你让你评评理，这个神鸡啊，这个我这好像还可以。奥特曼打小怪兽，是我画，这感觉两个人在跳舞，你知道吗？怪兽好开心，足语一下就猜到了，所以我画的也很传神。哇哦，西南达芬奇。不是随便说的，这样哈，牛打起来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个奥特曼欺负怪兽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猜的，你看一下。你猜的不是奥特曼打怪兽吗？这么明显。奥特曼下雨。往前看一下，像不像驴？还真像驴。奥特曼杀驴，好像驴啊，那么形象。结果提议出来，奥特曼杀驴，那就赢了。这个综艺感，我太喜欢奥特曼杀驴了。